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圆满了卷十七的诵念犯恨品以及出发心功德品。在十住品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重要的品相。十住品谈的是位次，犯恨品谈的是十住这个阶段的修行。出发心功德品讲了，当我们修了犯恨之后，会成就什么样子的德恨？最后明法品，则是圣境去后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卷十七谈到了犯恨品。犯恨品相对于前面实性的行，实性之行是净行品。现在犯恨之行。犯恨品也是十住之行，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净行品叫做随事造修，悲智兼导。那到了犯恨品，这个修行啊已经纯熟，所以最后呢就进入了悲智无二的境界。那这个犯恨品的修行呢就非常的关键，它会让我们弃恶。自信的功德，因此犯恨品的宗趣以悲智无二、事理双修、观行为宗啊。它的目标呢是要让我们事跟理都能够圆融。那当我们真正的圆融，把自己的心展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而且没有差别，这时候啊，集满一切佛法为趣啊，就是很速速的就会成就。成佛这件事情啊，那犯恨品的内容呢，从正念天子开始来提出一个问题。正念天子问了法会菩萨，他问一切世界诸菩萨众依如来教染衣出家，云何而得犯恨清净啊？这里呢，谈到了出家两个字，染衣出家就是我们。出家人穿的衣服是坏色衣，在过去印度啊，以白为殊胜啊，所以在家人都穿白衣，又称为白衣啊。那出家人呢，要破除对于世间的洁白、干净、清净、庄严的执着啊，所以呢，出家人穿的是坏色衣。那这个坏色衣呀。代表的是我们对于这个世俗的五欲之乐啊，已经减损到没有了啊。那最后呢，就会成就内心的清净跟庄严啊，破除烦恼，成就的是犯恨啊。出家呢，是让自己可以真正的舍离世间的这个五欲以及世间的染浊。但是出家有生出家。还有新出家，所以正念天子呢，他就问呢、啊：我们真正呢要出家，就是希望能够修行成功，可以成就犯恨。那怎么样能够修行成功？好，那除了犯恨清净之外呢？好，那修行成功的指标就是从菩萨位代得无上菩提之道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自己发了菩提心。我从菩萨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那其实就是一种真正的出家啊。所以出家有身形上的现出家相，也有啊心里面的真正的出离以及真正究竟解脱。那法会菩萨呢回答他讲，要做到这件事情，要建立犯恨啊，有两个角度，第一个是自利。自行之境，第二个是利他啊，利他之行而产生清净的功德啊。那这一个呢，就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啊。法会菩萨就回答：菩萨摩诃萨修犯恨时，应以十法而为所缘，作意观察啊。这个是自利的部分啊，我们要修观行，而且要作意观察。作意就是注意的意思。观察什么？对于十个对象
来作为所缘境，我们要用功观察哪一些对象呢？就是身、身业、语、语业、意、意业、佛、法、僧、戒这十个对象，十法为缘而观察。观察什么？身是犯恨，乃至于戒是犯恨，是不是这样子的观察呢？那到底我们这个犯恨呢，是建立在身还是身业，语还是语业？到最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了不可得，不是身体在持，而是心在持。但是我们常常呢，会把自己的身跟心看得比这个犯恨还要重要，而产生了错误的追求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了这个观行，是为了要破除我们对于万法的执取。因此有了细致的观察，于身无所取，于修无所着，于法无所住。那不执着啊，其实要透过如实的观察，发现了不可得，这样子你才可以真正的不执着，而不是呢嘴巴就是成天呢叫着自己不要执着，可是行为呢完全背道而驰。好，所以呢要进行正确的观察。那观察了之后呢，对于身跟心呢，你就不会有所取着，那修行呢也不会产生法执。有时候呢，我们越修啊越僵硬，越修越固执，越修越自以为是。好，所以呢身心啊要真正知道究竟解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，而不是因为修行而反而呢把这个法当成是一个束缚。好，再来呢于法无所住。所以我们真正呢要达到自在跟无碍呀。如是观察犯行犯恨法不可得。那知佛法平等故，具一切佛法故。因为我们如此的去观察犯恨，其实呢这个观察的结果就是了不可得。了不可得会让我们慢慢的脱离的这些你所认知的错误的，或者是自以为是的僵化的某一个角度，某一个立场。所以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佛法究竟之意。为什么佛法可以是普世的一切的法理呢？因为呢佛法 谈的叫做平等，所以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可是我们一般呢就会分成相对的，从我的角度，有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受者相，有了我就有分别，有了分别就有立场，有立场就有对跟错，好跟坏，染跟净，种种的一个差别。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来修犯恨，有些人学佛了之后呢就会容易啊觉得自己是清净的，那别人没学的呢都是染污的。可是呢如果是这样，佛陀啊他看到娑婆世界的众生应该每一个人都不堪入目，可是 佛陀竟然说人人皆有佛性，表示呢佛法它是非常平等的。在3000年前那个时代有了种姓制度的社会规范，可是佛法却能够提出一个真知灼见，倡议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平等。那这是非常创世的，甚至于惊人的一个议题跟一个观念啊。那 佛法呢就是这样子的殊胜。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，当我们真正的学习佛法，了解一切的佛法的时候，你不只是能够相信佛，而且你能够相信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啊。那这就是犯恨品里面非常殊胜的地方啊。如是名为清净犯恨。以上是自力。接下来呢要谈，当我有了这样子的观念之后呢，复应修习十种法。那十种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切智。所谓处非处智，
等等的这些智慧，然后呢，我们对于如来的实力能够一一观察，一一力中有无量意悉因之问啊，就是我们对于佛的境界一定要有很殊胜的理解跟深刻的向往啊，而且呢，了解了之后因起大慈悲心啊，慈悲心要对谁呢？对一切众生。因为众生他不了解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要观察一切众生而不舍离，不要舍离一切的众生啊！因为我们要修泛恨，常常呢都会舍弃众生而追求自己的清净。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用大慈悲心来修炼我们接下来的行为啊！若诸菩萨能与如是观行相应，于诸法中不生二解，一切佛法即得现前。不生二解就是没有这个相对染净的差别。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我们修行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你身边的人，越来越觉得呢跟这个不学佛的人越来越渐行渐远，那我们的心恐怕已经落入了这个二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学佛好像有一点走偏了，应该要赶快调整，要常行中道。那当我们有了这个真正的常行中道的修行呢，一切佛法即得现前，初发心时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心。这一句呢是华严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叫做初发心即成正觉。这个初发心一般人觉得自己好像才刚刚开始，好像不是很厉害。那佛陀呢是老参，已经圆满了，所以我们跟佛相对之下呢，感觉非常的渺小，有许多的不足。但是佛陀呢讲，当你真正的发菩提心，你就跟佛是没有差别的，你就秉持的这个初心，一路就到家了。所以一念万年，就要坚持自己的这个初发心啊。那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害怕去承担这一个认识啊，就是人即心即佛，所以知一切法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不由他物。这实在是非常殊胜的一个认识。当我们真的肯定自己的发心，我们就离佛不远的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到初发心功德品的时候啊，就更殊胜的去谈论这样子的发心为什么叫做初心即成正觉呢？在初发心功德品里面呢，我们谈到这个发心是十住位的最初叫做初发心。那发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上求佛道，那我们要成佛，要跟佛没有差别，所以呢要发菩提心。那当我们发了菩提心，就会成就三种功德，所以这是初发心的初跟发。天地士啊，他就问法会菩萨，他说刚刚呢法会菩萨所说的这个泛恨品啊，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呢，是不是有很殊胜的功德？他想要知道功德其量几何，有多少。那法会菩萨就回答，要讲到初发心的功德实在是很深，难说难知难分别，非常的不容易了解。而且呢，你真正要秉持你的初发心啊，要坚持到底啊，的确是不简单的。虽然如此呢，我当成佛威神之力而为汝说，虽然如此呢，我还是很愿意来说了。接下来呢，就用11种譬喻来譬喻初发心的功德殊胜。从第一利乐众生欲，到最后呢供佛即生欲，有11个大欲呢，都是来讲初发心的功德。第一个利乐众生欲，佛子
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，精于一劫，然后教令禁持五戒，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亦复如是啊。如果有一个人呢，他用最快乐的东西啊，譬如说，好吃的、好玩的、黄金、白玉等等宝物啊，来供养所有的众生啊，就是大布施啊，所有的人呢，通通呢、你要什么，通通给你啊，施一就给一，施十就给十，想要黄金、白银呢、通通免费供养啊。金鱼一节时间呢很长啊，长时间的供养不是一次性的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最重要的还有教导给啊，让他修习正法，教令禁持五戒啊。你要做慈善很容易啊，大家都很愿意，也很肯定。但是呢，你要叫大家呢，来拿了这些东西之后呢，要来持五戒啊，我要远离贪嗔痴。这个就不容易咯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菩萨啊，来教所有的众生，一切世界的众生啊，不只是给他好的东西、快乐的东西，而且还让他清净的持戒，那这是不是很难呢？这功德大不大啊？与汝意云何？此人功德宁为多否？天地回答：此人功德为佛能知啊。其余一切无能量者，其他人呢都没有办法了解哦。好，那法会菩萨就讲这样子，这个人的功德呢，跟菩萨初发心的功德比起来啊，真的是一点一点一滴呢都比不上啊，一个小小的啊微毛啊都比不上哦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用这个十一个譬喻来显发。菩萨初发心的功德啊，所以这个譬喻呢是要显发他的大心，就是发菩提心的殊胜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会来谈这个发心的殊胜有多么的深厚啊。发了这个心啊，就能信、能知、能受、能得、能修、能知、能证、能成就。能与诸佛平等一性哦，能够做什么啊？可以啊，一路从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、妙觉都可以承担的。好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初发心啊，是成功的第一步。有了第一步之后呢，后面呢、顺风顺水，一路平安到家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菩萨一旦发心之后呢，他就能够在这个成佛的这一条路上种下一个不退转的因啊，所以呢，就常为十方诸佛护念，而成就了殊胜的果德。所以这个在讲这个发心实在是太殊胜了啊！那以是发心即得佛故，所以这个就是初发心功德品里面最重要的观念。此人与三世诸佛同等，与三世诸佛的境界同等。虽然他小小的啊力量，而且他刚刚开始修行，可是呢，他已经成就了十方诸佛一样的功德了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初发心功德品的问题。也希望大众呢，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来讨论初发心功德品。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发心不可思议。今天的开示至此功德圆满，阿弥陀佛。